哎、欸，这卡是不是很好用？以后我们剩菜都可以自己煮啦。对啊，而且超级省的，我们吃的也很健康。等一下以后我们煮多了，我们就可以带便当。好啊，好啊。哦，好饿哎。那我们今天要自己煮吗？那卡是不是那个东西啊？哦，好吧，那我们要还是叫外送？好啊。你要吃什么？哇，宝贝，房东给我们两个放衣服的地方，这样这里我们就可以放平常出门要穿的衣服，然后我们比较不常穿，我们就可以放这里，比如说冬天的衣服啊，或是一些收纳的东西，那我们的袜子可以放下面。对，里面还可以放一些除臭跟除湿的包装袋。哎，宝贝，你好贴心哦。哎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件小熊 T？ 啊，不就在衣橱里面一堆。早就没有啊，早饭上面那一堆啊，也没有啊，后面那一个也没有啊，你这防身袋放一年，你还要放多久？阿舅还不香啊？哎，这真的能弄到？加油加油，你一定可以瘦，我们一定可以瘦的，加油！嗯，我非常。宝贝，我觉得我的胸肌好像在长大了，好像有一点，好帅啊！哇，好香啊！现在吃吧。好啊。嗯，这太好吃了。嗯。香，病哦，那穿这干嘛啦？哎，不是，这是我新买的，你看一下好不好看？你看一下，你看。不要弄啊，我快点，快点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宝宝都。不要弄啊！重视我来就好。宝贝，你在折衣服。我说这种事情我来做就好了。我是想说，我可以帮你分担一点家务吗？去追剧啦。哦，好的。宝贝，从今天开始你再也不用扫地，统统交给我。哦，林雅轩，桌上怎么堆一堆碗都还没洗呀？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你要洗碗。顺便帮我放在包旁边。这包吗？啊，不然呢？快点快点。哦，好了，知道。林雅轩，怎么了？衣服怎么搞的、啊？弄得那么重。哦，对不起啊。今天要穿出门呢。哦，对不起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呐！哦，死了啦！宝贝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这买这么多东西啊？想说家里很多东西都没啦，所以我买了卫生纸，还有洗碗巾，还有垃圾袋。你真的好贴心哦！你看多少钱，你再跟我说，我们一起平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不用啦。这没多少钱，就是啊，我觉得那卫生纸你用量好像比较大，我觉得这个你要多付一点。还有到这个闹钟啊，电池也是换我的，就是我买了几个放在那边啊。然后这次我有买一个套套，我想说之前都是我在付，那这种东西两个人都享受到嘛，我们一起去了也不为过，没多少钱。
真受够了这十渣男！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还有脸书粉丝团哦。大学 OK 啊！呼呼呼